陪你呢。结巴呗，没有了，来到上次的地方，继续调查，看看有什么别的鱼种。小钓一下，不知道什么东西中了一些，有可能是海莲啊，有可能是木鱼，啊，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。对面是四丑大桥。啊，小哥，你在吃什么？早餐吗？吃什么？这是巧克力。啊，这个嘞？那个是蛋蛋。蛋蛋，是牛肉汤。